哎，有没有人在啊？我们是来看房子的。嘘，慢着，不对劲啊！昨天晚上我们不在这儿打过架吗？为什么这房子还好好的呢？小心有诈。哎，达令啊，我觉得这个房子的装潢好俗气哦。不过这个格局倒蛮适合我们的哈。是啊。喂，你们需要一个探子去前面探查一下状况。好，走。小鬼，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了？三个蜡像。啊？哪三个蜡像？青青、佳佳还有登登。奇怪，他们怎么会在里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敌人假扮他们三个，要我们上当，小心有诈。对呀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喂，我就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，小心有诈。你们说那么多，我可没说一句话。你要说什么嘛？去你妈个头！切，去看看。哎，三位是不是有房子要租啊？他们动也不动，会不会是定时炸弹呢、啊？你的想象力未免比我还要丰富、啊。我数到三。哎，等等，你数完三之后你要干什么？一。哎，我不跟你玩，我不跟你玩、啊。你不说你数完三之后你要干什么？那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？二。是不是你？啊、是不是你？问你呀、啊。一定是你。说什么是我？哎，是不是让我承认是以后你就不玩我了？三。那就是了。原来你是内奸，你是内奸呢？什么？内奸呢？我怎么会是内奸呢？你自己承认的。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们？我干嘛要出卖你们呢？出卖我们？因为你就是内奸。我什么时候说是了？你刚自己说的。是啊，误会啊。刚才是你说，如果我说是的话，你就不玩我了，所以我才随便说说的嘛。像你这么怕死，如果有人逼你，你一定会出卖我们。啊，对对对，他说的什么有道理？你也相信我是内奸？我相信啊，相信。完了，动手。不关我的事啊！女孩不要玩枪。哎呦！大家穿的一样红，何必自相残杀？不要玩了，我不玩了啊！我们不是玩。青姐说，我们之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内奸。那也不一定是我们三个啊。怎么说？为什么一定是我们三个？为什么不是你们三个？青青说呀，先试试你们三个再说，如果你们三个都不是呢，就再试我们三个。哎，你老实说，你为什么怀疑我们三个是内奸呢？是啊，黑豹到现在没消息，要不是他出卖我们，就是我们六个人之中有个是内奸。那就对了，我们不是有六个人吗？你干嘛要怀疑我们三个是内奸呢？我说你才是内奸呢。说话小心点。什么小心点？我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我拿给你看。断！李思睿，我说话一直都很认真的。讲英文。好啊。拍着羊脖子趴到我鱼摊上，到底想干什么呀你？不是，我买鱼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你长了喉结啊，合着也不是个女的，大变态，我杀了你！不要跑！救命啊！哎，你不要跑！杀人喽！老爷，老奶奶，我回来了。有没有买菜啊？我原来出去不是要买菜的，所以又买了米回来。现在事情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？到底谁是内奸？我们现在决定先找黑豹回来。你想清楚再说，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出卖我们，拿了钱远走高飞了。黑豹他绝不是那种人。黑豹他又不是你的男朋友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多事，关你屁事啊！你不要那么鸡婆好不好？哎，我看不如这样，我们干脆啊，一人挑一个，集体结婚，出去 happy 一下怎么样？走吧，走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胡闹？我不是胡闹，只要你答应我以后不说英文，我去煮饭。那青姐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只要找到黑豹，马上就知道结果了。